坐下吧，自己人不用客气。我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，就是要研究一下目前的形势和对策。大家有没有意见呢？暗杀老爷说的办。阎王，把今年种植鸦片的情况跟大家说一说吧。报山老爷，今年阎农扩大了罂粟的种植面积。原来种稻谷的农田，种土豆的山地，几乎都改成了盐田了。对了，请山老爷看一看，我的手下的人呢，在地里排的录像。好，今年的燕果长得壮实。父亲，今年肯定能赚大钱。阎王，把他关了吧。是是。阿里果，你可要把他看好了，不能有半点鸦片让别的山头抢去。哼，谁要敢闯到咱们的区域，我看他是吃了豹子胆了。阿里果，山头之间不能火拼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。上个月严家和董家的两个山头为了销售白粉打了一仗，结果呢，严家败了，死了不少人逃走了。董家虽然胜了，可欠了雇佣军一大笔钱财，这种办法不到万不得已使不得呀。大哥说的对，咱们不能搞内耗啊。是啊，我们应该把现在所有的精力放在对付中国水老鸭身上，把已经打开的通往国际国内的各大要道巩固发展下去。如不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很难生存下去啊。嘎刀布，在。你把世界各地的白粉销价向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好的。现在在咱们这儿，每公斤海洛因的成本费是1000美元，运入云南边境是1.5万元人民币，到昆明是3万元人民币，到广州是5至6万元人民币，香港是20万港币，到了美国就是20至22万美元。我说的是大概数目啊。真是好价钱呐，要这样干下去我们可就发了。是啊，
这么高的利润，谁不对毒品垂涎三尺啊？经营毒品本身就是一种罪恶，但是抢劫、杀人、倒卖军火，不也是罪恶吗？我们既然上了山，就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与其苟且偷生活一世，倒不如花天酒地活几年，人生在世，对酒当歌。我就赞成中国古人曹操的观点。对于干这行，在座的有没有动摇的？如果有的话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没有没有，单老爷，我们愿意跟您干到底，干倒徒弟在所不惜。嗯，坐吧。哎，是啊，最近咱们连连受挫，损失了像温老四、坐地虎一批骨干，丢人、丢货，全都丢在陈国新手上。你们大家说，现在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？依我看，中国警方抓毒贩正在风头上，各个山头都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也该避避风啊。哎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干贩毒这行本身就是冒险，谁要是怕掉脑袋，趁早洗手别干。哎，阎王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退是为了进。俗话说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顶风作案好比拿鸡蛋往石头上碰，咱们现在做的是世界上风险最大、利润最高的买卖，应当从长计议啊。嗯，中国的水老鸭实在太厉害，这次我跟山老爷过去视察，差点把命给丢了，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呀。我认为嘎达莫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还是先避开这个风头再说，稳步行事为妙。还有别的意见吗？树木寸光，树木寸光。有些人呐，一见到中国警方出动，就吓得缩进避风港里。在我的队伍里面，也免不了有这种胆小鬼。诸位，你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，咱们今年种植的鸦片应该说是个好年成，可如果生产出那么多白粉卖不出去，那是多么大的损失啊。再说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不搞禁毒？我们这些人都是闯过枪林弹雨、死过多少回的人了，在战场上你想躲过枪弹炮弹而缩手不前，难道枪弹炮弹会绕过你吗？倒不如那些决一死战的人，说不定会死里逃生。俗话说，狭路相逢勇者胜嘛。大哥高见，大哥高见呐。中国有句名言，叫做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反其道而行之呢？来个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呢？以往我们都是处处被动挨打，丢人丢货，那么现在就应该主动出击，给陈国新一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我班三儿绝不是好惹的。父亲的见识高明，高明啊。我这样做就是为了死里求生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开得太长了，散会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队里
工作这么忙，还来看我。哎，陈队怎么样？啊，老陈呐，没事儿。他不过是受了点轻伤，脖子窝了一下。医生说呀，不让他乱动。这不，今儿个呀，给他妈上坟去了。老婆啊，医生还说呀，你的伤啊，也能治好。你别宽慰我。自打当上缉毒警那天起，我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共产党人有句口头禅：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。车被撞的一瞬间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自己在山上跑，跑啊，跑啊，快到阴曹地府，有个大胡子在门口，老远就向我摆手：“回去，回去。”我一看，是马克思。他不收我，他说：“缉毒任务还没有完成。”我又往回跑，白捡了一条命啊！我讲的是真的。过去我不信这个，可现在我……哎，老婆，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哎，老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啊。妈，今天是阴历十五，月儿圆的时候，不孝之子来看你来了。在你离世的时候，儿子没能守在床前为你送终，那是因为我干的这份工作离不开呀。如今国外的一些贩毒分子趁我们对外开放的机会，借道把毒品偷运入境，他们发了横财，但是有多少中外好儿男倒在了白色粉末下。为了保卫祖国这片净土，有多少警察和人民群众在与毒贩的斗争中流血流汗，甚至献出了生命。杀父倒下了，老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。妈，领导让我担负缉毒任务，我深知责任重大，我只有努力地把工作做好，才能对得起党，对得起人民群众，对得起那些迫切需要解救的吸毒者。妈，这些话我平时很少对你说，我怕你为我担心。妈，你病重期间儿没尽到孝心，自古忠孝难两全。妈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妈，儿子想你呀，快，国清，
你们别为我担心，谢谢你们为我母亲做的事。啊，应该的，我这个儿子也应该陪陪母亲了。国新，国新，让我留下来陪你吧。我也留下来吧。 不用了，让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吧。动幺五，动幺五，我是动幺七，有情况报告。我是动幺五，我是动幺五，有话请讲。坐地虎的老婆讲出新情况，审讯有进展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回去，我马上回去。妈。 我走了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坐地虎的老婆交代了重要情况，沙父牺牲的那几天，毒王和林老五曾经躲在他家，林老五就是和沙父洽谈毒品生意的那个温老板。从这个情况可以断定，沙父见到了毒王班塞尔，所以才冒险前往。哦，对了，他老婆还交代。 毒王经常派人过来，把毒品藏在他家。我们通知了苗所长，他们搜查了他们家的墙、灶和门，找出了30件海洛因、100根金条、20万美金和500万人民币。太好了，马上向局长汇报。哎，局长，这事向你汇报呢。不用报告了，情况我都知道了。这次你们缉毒大队成绩不小啊，局里要给你们请功呢。 这一次的626行动，我们大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给班塞尔贩毒集团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抓获毒贩16名，实际只有15名，跑掉了一名，消灭了8名。缴获海洛因是142件，受到省厅、省禁毒委和国家公安部的表扬。 联合国禁毒署也打来了电话，说在世界地图上很难找到宝红这个城市。可是这里的缉毒队伍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。云南的禁毒斗争是国际禁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没有云南的合作，国际禁毒斗争是不完整的。是啊，同志们。 虽然626行动还没有结束，但是第一战役可以说是圆满成功的。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，以立再战，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，主要是对这次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给予表扬和奖励。下面请大家发言吧。我提议给徐涛、陈队。 阿荣和老普济公，他们出生入死，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。特别是陈队，母亲病故都没能回来，付出的太多。哎，我就免了吧。这次战斗中啊，大家表现的都比我好，尤其是玉娜，和我们南警一样，蹲坑守夜，拼死搏杀。所以啊，我同意。 把玉娜加进去，对，我也同意。玉娜不仅机智勇敢，而且作为一个女同志，她为工作付出太多了，尤其是在家庭上做出了很大牺牲。我说两句，你们提的别人我都同意，唯独不同意我自己。我说的这些话。 是真心的，因为我现在的心情非常难过。老仆受了重伤，这血的代价是我造成的。如果当时我不阻止阿荣向罪犯开枪，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果。
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。你的想法并没有错，为了抓到活口，不到万不得已不首先开枪。可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啊，关公还有败走麦城的时候呢，哈，咱们又不是完人，你大可不必责怪自己。局长，我说两句。说心里话，当时老陈没让我开枪，我当时真是有点想不通。按照规定，在追捕罪犯的过程中，罪犯拒捕，我是可以开枪的。可是就在击毙了罪犯以后，确切的说吧，就是在汽车起火爆炸，罪犯死了，在胜利之中，我的心里又有些遗憾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千方百计的找证据抓活口，眼看到手了又失去了。是啊，咱们这次付出的代价不小啊，老普瘫痪了，汽车损坏了，与其这样晚开枪，不如早开枪。肖副局长，您这是事后诸葛，我们不是犯罪分子肚子里的蛔虫，他们咋想的我们怎么能搞得一清二楚呢？别老，再说了，那些毒贩子都是一些亡命之徒，他们既狡猾又奸诈，动不动就跟你动刀动枪动弹，叫你根本就防不胜防。谁都知道缉毒工作是最危险的，每一次与毒贩子周旋，那就是一场场的战斗，每个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。但是我们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，就有这份责任，就是再苦再累再危险，我们也要去干。可是回到家里，谁又能理解你？根本就没人理解你吗？你总拉我干什么？玉娜，接着说吧。不说了，只希望领导对我们多一些理解。好，你的意见我虚心接受。对陈国新的事，给处分我是不赞成的，暂时不评功是可以的。哎，老肖，评功的事咱们再议一下。好吧，散会吧。好，各位散会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。陈队长，请坐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慢一点。哎，我帮你拉下距离。哎，我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这样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好，能不能再热点？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好好好了。好，你慢慢烤的，有事叫我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翠翠，你来陪我烤店，怎么和领导请的假呀？怎么请的假？实话实说呗。小领导啊，知道你的情况以后，特意安排一位老师上课，让我能腾出时间来照顾你这位缉毒英雄啊。哎，我哪儿嫉妒英雄啊？理疗啊，得做一个多小时。我想这样吧，你去我们家休息一会儿，要不给小峰去买点菜，然后呢，再给他做点饭，好吗？菜我早就买好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我老也没有时间陪你，今天就让我好好陪陪你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翠翠啊，这段时间我怎么没见你哥呀？
听他说，他炒股票亏了几万块钱，这些钱都是借别人的，现在债主找他催账，他呢在到处找钱还账，为了这事儿连我爹都不理他了。这个有富强啊，上学的时候他就不安分，那炒股风险多大呀，他傻呀，他怎么能干这个呢？他呀是在别人怂恿之下干的，自己没个主见。哎，你把我的存折给他，让他去还账啊。存折？你以为你有多少钱呢？1000块钱都不到。再说妈妈住院吃药，办丧事借的钱还没还呢，还有你3个月守孝期满，咱俩结婚还得用钱呢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只是你哥哥的事儿别管他，他这个人呢自找的苦果自己吞，这样他才会接受教训呢。不行，你要是看到你哥哥让他来找我，我跟他谈谈。我要看见他一定告诉他。哎，郭鑫，嗯，你们明天开庆功会，你还来不来理疗啊？看情况再说吧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洒把把营堆，把营堆瓦胸前盔甲钉在下，一块我身难挑拔。一说来一说，他说你多来，一说我心愿你飞花，一说我身有身难，他是夜来的梦你大。六行动，庆功大会现在开始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厅、省禁毒委领导和市领导。联合国禁毒署还特意向大会发来了贺电。我现在宣布一条纪律，会议不准拍照，尤其对缉毒人员拍照要经过省厅领导的批准，因缉毒斗争需要不允许缉毒人员上电视，不允许报纸杂志刊登他们的照片。全体起立。首先，让我们为在这次行动中英勇牺牲的沙泉同志默哀。默哀毕，坐下。现在，请省厅、省禁毒委领导为我们颁发军功章和荣誉证书。二等功荣立者，徐涛、阿荣。三等功荣立者，玉娜、
普光路，董民。普光路同志负伤不能前来，请缉毒大队同志带领。现在宣布，市缉毒大队荣立集体三等功，请大队长陈国新上台来领奖。陈国新来了没有？啊，凉不凉？没事儿。啊，陈队啊，今天下午我们就给伤员擦身，你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我擦也一样，谢谢你啊。啊，那好吧，谢谢。陈队，听说今天开庆功大会，你别误事儿啊。我也不愿意参加这种场合。另外啊，有邓教在，不也就行了吗？下面请省厅领导讲话。同志们，首先让我代表省禁毒委和省公安厅党委向保洪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在626扫毒行动当中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。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境内外的毒贩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，他们会变得更加的狡猾和凶残，今后的任务会更加艰巨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我们缉毒警察就是要做新时期的钟馗，让毒贩闻风丧胆。下车。后面。马丹。就。就。Thank you.
请大家把身份证准备好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哎呀，我肚子疼，我要上厕所。请跟我来。你们去查一下。请把身份证拿出来。停车！请出示身份证。大嫂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们去宝红。说吧，这是谁让你干的？把他带走。走。不是我干的，是他们叫我干的。走。请下车。看一下身份证。哎，大嫂，你还有个小孩呢。孩子，他死了。死因呢？已经埋了。请出示死亡证明书。哎呀，我急糊涂了，我都忘开了，你们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呀？哎，好，谢谢你的。你们下来，检查一下。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往那边跑！往这边跑！停一下！停一下！你找死啊你！师傅，师傅摔过脚，帮个忙，有人追我。啊，是你！我车上有货。好，快快快！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老实点！动幺五，动幺五，我是动幺九，抓获一名女犯，该犯刚与一辆大货车接触，货车正向你方驶去。请堵截，请堵截。动幺五，明白。走。快，上车检查。车上面没有人，没人。陈队，陈队，逃跑的家伙全都抓获了。你带着回去，立即审讯。带走，走，一定要查出这东风车的车主是谁。是。老刘啊，哎，把这台东风车开到局里检查。哎，来来来，给你这的，来给你扛过去。哎，哎，到这儿吧，到这儿，到这儿，轻点，轻点。哎呦，慢点，下一把。沉呢，查的仔细的啊。是。看看，哎哎，接着的。好，把着。好。哎哎，来，哎哎，接着啊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哎，哎，来。哎，哎，我说，把那个麻袋都给我打开，查得仔细点啊！哎，
队长，这搬运工啊，比抓毒贩还累呀。要我说呀，把这车药材啊拿到医药公司去卖，等卖完了，结果不就出来了？你咋那么多话呢？赶紧干吧！阿荣哥，这警察不查白粉，让医药公司去查，那可热闹了啊！弄不好啊，咱们成了那个运送白粉的毒贩子了啊！要我说呀，先抓你，净出馊主意。对呀，哎，少啰嗦，干活吧你。给你放个重的，你看，哎呀，小兔崽子，哎呀，哎呀，来，队长，队长，车上剩的药材不多了。就剩这点儿，我看你别卸了吧！啊，不行，把那些全都卸了。查得仔细点儿。哎，来来来，来发一把。哎，还有一包，来，来接着。蓝猴，队长，看，队长，对，他妈的，终于找到了，翻，是，是的，这辆东风货车是我们单位的。这辆车最近在搞什么运输？车子被盗，驾驶员到边境上拉药材，摆在路上丢了。车上装了什么货？没装货就丢了，是个空车。警察同志啊，抓住那些盗车贼，你们可一定要严惩他们。他们不光影响社会治安，还耽误生产呢。嗨呀，好吧，您在这上签个字。哎，好，给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哥，你说话不算数，总说陪我上街，总也不来。哎呀，这不来了吗？平时啊，我也没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看这怎么样？哎，我感觉这行，这是背的。不要不要，过来。哎呀，真难伺候，不行。看这个，这个，哎，哎，这个好。哎，哎，我感觉就要这个。这个大一点，好吧？装的东西多一点。行，好吧。好，嘿，国新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你呀！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啊，这话是该我问你呀。为什么？哎，你们搞这份工作的，一般是不陪亲人上街的。哎，今天我要不是看见小峰啊，你从我对面走过去，我都认不出来你啊。给他买个书包，他书包没了。啊，哎呦，我看我。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哎，我忙啊！我说兄弟，上学时咱俩经常上这街上来，这几年啊还难得在街上遇见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咱们俩不是经常见面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可不一样啊！今天我请你，哎，咱们喝两杯。哎，不了不了，我还有事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捣鼓亏了？哎，走，咱们上馆子里。哎，不了不了，不了不了，小峰啊，他已经吃过了，是不是，小峰？哎哎，我小峰啊，哎，给你钱。哎呀，不不不，你愿意买这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哎呀，哎，我和你哥呀，哎呀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呀，快，谢谢飞强哥，谢谢飞强哥，别客气别客气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回去别乱跑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走走走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国新呐。来来来，吃点这个。好好。哎呀，你客气着吗？哎呀，不客气。来，啊，来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来，好好，我自己来。你别客气。哎呀，自己家人客气什么的。哎，亲，来，好好，来，你们，来来来，来干，干，干了啊。哎呀，国新呐，我这，哎呀。有话直说嘛，是不是需要钱呢？
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梦，用绿色抚平所有的伤痛，为了那一方平安八方宁静。不问今夕有谁能懂，有谁能懂，战士流血不流泪，自古军中笑容。